时候是要 say 我讲话的，但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我来介绍我的团员一下。旁边这位穿那个在麦当劳打工的这个吉他手，他什么都不缺，就缺女朋友而已。小熊，那把白色吉他现在在喝酒那个，是我们另外一个吉他手阿伟，在旁边那个有点胖又不胖，然后有点瘦又不瘦的，我音乐系最可爱的 keyboard 手李怡珍。好，在我左手边这边是，我觉得他差我一点啊，但是大家都说他很帅的贝斯手敖犬。然后后面那个我们全团节奏感最强的鼓手韦飞，打得很好。唱完每首歌都要说一下，你们可以站到前面来，真的。这边。前面好热哦。等等，我还没有酒。